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世界，叙述者是高朗。我们来到今天的故事，民间故事，男子携妻奔逃，夜宿古刹梦到白蛇。白蛇，躲起来别说话。宋朝景德年间，大名府有个人人喜爱的纨绔少年。少年名唤刘俊，字锦瑜。不管是名字还是字，都可以看出父亲对他的殷殷期盼。俊本意就是美玉，字锦瑜，不管是怀锦卧鱼还是锦鱼逆下，都希望他能如一块美玉般拥有高尚品德。奈何少年顽劣，和父亲的期望恰恰相反，虽然读书识字，却常以戏耍为乐，不折不扣的顽石一块，惹得父亲生气，却又徒唤奈何。刘家家境优越，在大名府很是有名，与之齐名的还有和刘府一墙之隔的张家。两家都有族人在朝中为官，但两家互相并不往来。天有不测风云，张家突然遭了大祸。出事那天来了很多兵丁，将张府团团围住，誓不放走一个人。曾经在大名府和刘家齐名的张家，在一夜之间如摧枯拉朽般崩塌，更有许多人出来落井下石。刘俊五更天就已经起床，他性子顽皮，每天这个时候只读一个时辰书，剩下的时间坚决不读。如此习惯，从五岁坚持到了如今的九岁。进入书房后，他发现桌案下趴着个瑟瑟发抖的小姑娘。小姑娘衣着华贵，俏脸上满是泥污，两只如星星般的大眼睛中似有泪滴。刘俊聪慧，转头看一墙之隔的张家，就已经明白这是张家姑娘逃了出来。小姑娘眼中的泪终于滴落，刘俊盯着她思索良久，拍了拍膝盖站起出门而去。小姑娘惊恐看着她的背影，莫不是要把自己交给兵丁？片刻后，刘俊回转，手中拿着个纸包，里面有鸡腿牛肉，递给姑娘后，看着姑娘狼吞虎咽，他内疚说道，时辰不对，没有热食。姑娘不说话，只是大口吞食。他不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魏石魔前几天还好好的，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刘俊也不知道张家发生了什么，逃出这么个小姑娘，兵丁只怕会全城搜索。小姑娘吃完后沉沉睡去，刘俊皱眉思索良久，对着外面就喊，陈伯陈伯。外面出现一个老者，少年将姑娘吃剩下的东西收起后拍手，拿些财物准备好车，少爷我今天要出城看桃花，刘俊要把张家姑娘送出城。公子世无双，小姑娘也不知道受了多少惊吓，睡梦中不住颤抖，猛然睁开双眼，却觉得阳光刺眼，这一觉竟是睡到了将近中午。天空好蓝啊，自己这又是在什么地方？姑娘坐起，看见了不远处的大名府，那是她以前生活的地方，里面有她的回忆，但此时再看，城池竟像是一只盘卧的兽，里面也不知道藏了多少的凶神恶煞。不远处，一老者负手站立，旁边有一少年，正蹲在地上逗虫子玩。见他睡醒，刘俊拍了拍手站起，小姑娘很是震惊，城中全城都在缉捕，他竟把自己带出了城。这下就好了，因为爹安排了府中管家在城外接应，只是以后怕再也见不到爹娘了。想到这里，小姑娘悲从心来，大颗大颗的泪又向下滴落。哭什么呢？怕什么呢？我说我想出城看桃花，便将你带了出来，天地这么大，你快走吧，以后不要再说自己的名字，
也不要再回大名府。听了刘俊的话，小姑娘却并不言语，只是盯着他左耳看。他左耳上有一颗痣，被小姑娘如此盯着看，到焦顽劣的刘俊有些不知所措。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说，车上给你带了财物和吃食，看你这模小，我想让陈伯送你。小姑娘还是不语。刘俊皱眉转头看老者，陈伯，这张家姑娘莫不是个哑巴？你才是个哑巴呢。小姑娘终于张嘴说话，刘俊哑然失笑。早就闻听张家姑娘性子刚烈，果不其然，看来传言非虚。陈伯过来，小姑娘说有府中管家接应。陈伯思望，哪里有人接应？当刘俊说了这么一句，就又蹲下斗虫子，边玩边自我介绍，刘俊，大名府一介书生。伤心的姑娘差点被他逗笑，陈伯却紧绷着脸，不绷着就得笑出来。读过今年书，每日只读一个时辰，竟然自称自己是大名府一介书生。他正要问张姑娘名字，却听四周传出声音，几个人出现。前面的老者一看到小姑娘就惊喜交加，嘴里喊着小姐，伸手把她拉了过去。陈伯拱了拱手，老者还礼后仔细检查小姑娘。刘俊看得火大，谁还能啃你家姑娘一口不成？真是岂有此理。见小姑娘确实无恙，老者这才放下心来，正要感谢，刘俊却摆手不让他说，眼前的情景，他准备的财物和吃食自然也再用不上。罢了，回城，两辆马车，一辆向城中方向，一辆离城渐远。车上的小姑娘一直盯着马车上的刘俊看，似乎要将他刻在心里。刘俊只顾逗弄着手中玩物，头也不曾抬。载着张姑娘的马车终于看不见了，刘俊丢下手中玩物，从马车上跳下，跟在马车边上步行，边走边看自己的手。到了城边，他突然说道，陈伯，我想学拳脚。陈伯哑然失笑，少爷这是生起保护别人之心了。他板着脸摇头，这可不行，老爷让你读书，拳脚那是粗人才学的。刘俊小脸上露出诡笑，瞒着瞒着，主仆二人嘿嘿而笑进城而去。王大娘，你这菜不水灵了，再卖不掉就得扔，本少爷全要了，都运进府里。郑大伯，给我来20封书信，我是写给一只蛐蛐的，给你钱后赶紧回家，天气这么冷，不要再冻着了。刘俊买菜不是为了吃，只是看卖菜的王大娘太过辛苦。他当然也不是为了给蛐蛐写信，只是可怜靠写信为生的郑大伯如此冷的天气还在外面苦熬。刘俊是大名府有名的纨绔，可是城中之人没有一个人烦他，上至名流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对他都喜爱非常，大家都相信假以时日，刘家少爷会是一个大善人。事实上他现在就是个善人。时间一晃就是10来年，刘俊成了19岁的小伙子，媒婆将家里门槛都踢破了3个，天天是成群结队来。刘俊那是什么人？那是可大名府小商小贩保媒的人，他自己养活了众多小贩，不直接给钱，但谁有困难了准能出现他的身影。10来年中，刘俊5更天起床读书，后面就偷偷练拳脚。小伙子身体强壮又出口成章，半个大名府都恨不能他是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人媒婆能不喜爱吗？媒婆着急，爹娘着急，刘俊不急，大丈夫何患无妻，娶那么早干什么？是以
每天仍然就是个游玩，魂不把成婚这种事放在心上。不成婚就成不了婚了，因为他天大祸就要到来。白马入京城，19岁生日刚过，他和一帮人在大名府游玩，家中摆了生日酒，他和众朋友吃饱喝足出来，这是寻乐子呢。前面众多人围着在看什么，他们过去一看，发现是个傀儡师在讨生活。傀儡表演其实就是木偶戏表演，自汉代兴起，三国时已经形成了职业，唐朝时达到了巅峰。凡表演此类者，多是几个人一伙，因为既然是戏，就需要有配合。但此表演者却只有父子二人，儿子尚小，躺在箱子上睡觉，父亲一个人提着一众木偶傀儡表演。刘俊看得津津有味，随行者劝他要离开时，有人找傀儡师麻烦。找麻烦者同样是城中一个纨绔，名叫郑寿。他让傀儡师表演一出宴戏，傀儡师拒绝，这惹恼了郑寿，当场掀了人家摊子，众多傀儡撒了一地。郑寿洋洋得意而去，刘俊则蹲下帮傀儡师将傀儡一一收起，摆放进箱子中后，从身上掏出钱财来送给傀儡师。傀儡师不接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呆呆看他。少爷，我今天生日，心里高兴，不想被郑寿那泼皮扫了兴。我高兴，所以我给钱，休要推辞，收了便是。天气变了，给孩子买点厚衣服。傀儡师眼含热泪收下钱，刘俊笑了，先生休要如此，人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你的傀儡戏不错，希望以后还会看到你的傀儡戏。他说罢就要走，傀儡师恭敬行了一礼，公子厚赏，铭记于心，日后如有机会定会回报。刘俊摆手离开，这举手之劳的事，他不是不愿意跟傀儡师多聊，而是他还有事，他还得去揍郑寿。既然是去揍人，别人就不用跟着了，他把众人打发走，自己去找郑寿。狠狠揍了郑寿一顿后，他觉得自己挺舒服，他平生最看不起郑寿这种人，欺负一个打杂耍卖艺的算什么本事？不揍你揍谁？神清气爽回家，尚没到家门前，他突然被几人拉住，转头一看，发现是平时在街里卖菜和王大娘和写信的郑大伯。他正不解要问话时，王大娘伸手把卖菜的篓子套在了他身上，顺势一推就将他推在了菜堆里。郑大伯和一众小贩站在了菜篓前时，一对兵丁从身前走过，他们正在寻找刘俊。刘府有难了，兵丁在刘府抓人，这帮小贩看到刘俊后将他保护了起来，要不然身为刘府唯一男丁后代，他必定会被抓。兵丁四处寻找，中贩子将他保护起来，他们在大名府生活了一辈子，想藏个人并不难，兵丁想找到却难如登天。两日后的一个深夜，众贩子将刘俊送出了城，城中再没有刘府，刘家也只剩下他一个人。小贩们纷纷凑钱，刘少爷此番要逃命而去，没有盘缠怎么行？平日里他们受了刘俊太多好处，此时他们又岂能坐视不理？刘俊不要，大丈夫生于世间，怎么能从这些受苦人手里讨钱？只是这大名府再也不能来了，一如当年的张家姑娘。谢过众人后，刘俊大步离开。此行该去何处？他身上也并没有钱，身上的钱给了傀儡师，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一路向西，有时候打只野兽，
有时候就帮人写书信。5个月后，他到了京城。之所以来京城，他是想知道家里犯了什么事。不过到了京城后，他没有打听就明白了。刘家富贵和张家一样，都是族里有人在朝中为官，而出事则都是受了牵连。昔日的大名府纨绔刘俊，成为了京城一个靠给人写信和诉状为生的人。以前的生活有多辉煌，如今的生活就有多落魄。他从以前的那个见到人就给钱的少爷，变成了一个每天苦熬着等别人来写信讨生活的人。可是他并没有就此颓废，每日仍然自得其乐。假如某天挣的钱多了，他还会给困难的人一些，他要那么多钱也没有用。这日大雪纷飞，他在雪花中苦熬一天，挣了点钱后要去吃东西，不料发现雪堆中一个孩子正在乞讨。孩子没有别的手段，只能靠别人可怜。可如此冷的天，路上并没有几个人，除了刘俊，远处还有2个骑马之人。刘俊看了看手里的钱，又看乞讨的孩子，深深叹了口气后，将钱交给孩子，让他赶紧去买吃食回家。孩子接钱离开，2个骑马人渐渐到了刘俊身边。他将手伸进袖筒里，正要离开，却听一个女生问话：公子将钱送给乞丐，自己又如何吃饭？刘俊转头，发现这是个一身白衣的姑娘。姑娘富贵，面容冷峻，好一个冷面娇娃。不过，他一直盯着自己的耳朵看什么？他对姑娘行了一礼，也不说话，就欲离开。姑娘看一边的人，一边的人伸手要掏钱。刘俊摇头：姑娘，刘某人是给人写书信的，不是乞丐，莫非姑娘想要写书信？姑娘把眼睛从他的耳朵上挪开，盯着他的脸问：公子何方人士？刘俊，大名府一介书生。姑娘身边的人默忍住笑出声来，姑娘却神色严肃，继而落泪，看得刘俊莫名其妙时，姑娘下马到了他身边，两眼直勾勾盯着他：我想嫁人，公子可曾婚配？刘俊半张着嘴看着这姑娘，姑娘身边的人急得赶紧从马上下来：小姐这是发了疯。刘俊也感觉他是发了疯，自己这般模样，这姑娘又何必来捉弄自己？姑娘挥手对身边人喊：燕儿，大肠。身边人赶紧拿出带毛领的大肠，姑娘接过去要亲自给刘俊披上。刘俊后退，姑娘皱眉：天冷，公子莫要冻着了。刘俊不披，姑娘却坚持给他披上，并且小声说道：大明府外桃树林中，我可不是哑巴。刘俊愕然，呆呆看着姑娘，难不成这是张家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自己竟再认不出来。姑娘看他愕然，俏脸含笑，却有泪滴落：听说刘府落难，你可真难找，如果不是耳边的痣，此番只怕又要错过。公子有孟尝之风，虽然落难，不忘主人，随我去扬州成亲吧。刘俊连连摆手：当年救张家姑娘是举手之劳，又怎么能让人以身相许为报？但他并不明白张姑娘的心思，他以为当年是举手之劳，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谁又敢救呢？刘俊不答应，张姑娘不依，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刘俊再不能在这里靠给人写信为生，随着张姑娘去扬州府，至于成婚这重事，可以慢慢再商量。大名府书生刘俊随当年的张家姑娘奔扬州而去。张家姑娘名唤张班，是扬州城有名的美女。一路向扬州府，
刘俊也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事。张家管家带着张班一路到了扬州，张辅文听族中人出事后就做了大量准备，管家在扬州存放了许多财物。张包儿幸存，这就是张府最大的幸运。他从此就和管家在扬州落下脚来，潜心做生意，如今已经是富甲一方。富贵且漂亮的张包去了一趟京城后，带回一个乞丐，而且他要嫁给这个乞丐，这简直能把扬州府给炸翻。此乞丐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入张包的眼？众人议论纷纷，都看不起刘俊。张包不为所动，坚持要嫁。刘俊这边，他想到了当年跟陈伯说要学拳脚的事，当年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拳脚，长大后渐渐明白，当看到张姑娘的那一刻起，当看到那个满脸泥污的少女时，当看到她狼吞虎咽吃鸡腿牛肉时，他生起了保护她的心，所以他才想学拳脚。少年懵懂，少女心动，并不是突然而至，而是源于年少时的那场邂逅，只是两人都不知道罢了。他本不是矫情之人，既然张包儿坚持，他又何必撑着不同意？是以两人大婚事成，刘俊娶了张包，他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大名府的家早已不在，他等于是一无所有。但是张包坚持自己施嫁，并不是招婿，因为在他心里，刘俊只能娶而不能招，刘俊是大丈夫。刘俊不会做生意，他只会花钱，根本不会挣钱，所以这个家里的一切在婚后仍然是张包在做主。众人对刘俊恶心和轻视，这纯就是吃软饭的男人，他有什么本事？什么本事也没有，张包真是瞎了眼。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传到过张包耳朵里，也不是没有传到过刘俊耳朵里。张包非常愤怒，他认为这是故意侮辱自己夫君。每当他要怒时，刘俊总是劝他，这个家有你就行了，你那魔强，我就负责弱就行。张包儿管儿，是啊，他们说让他们说去，自己又何必被他们左右情绪。张包并不知道他执意要嫁给刘俊，惹恼了很多人，包括扬州一些官家子弟，他们早就知道张包的过去。既然他嫁了刘俊，那么就让灾难到来吧。岁月从不败美人，二人成婚两年后的一个冬夜，兵丁突然包围了他们家，兵丁要捉当年张家唯一逃跑的张包，同时要捉刘家唯一失踪的刘俊，一时间府中乱了套，外面被层层包围，府中人只怕连一只鸟也飞不出去，此番怕是要完了。张包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嫁刘俊竟然生出这么多事，他此时已经后悔，这次自己要死，还连带着刘俊也活不成。他一介书生，又怎么能对付虎狼一样的兵丁？张包儿泪如雨下，他不怕死，怕的是自己连累了刘俊。刘俊仿佛听不到外面兵丁的喊叫，伸手帮他擦了泪，柔声说道，怕什么呢？哭什么呢？这个家你香了，我变弱，你弱了还有我。当年你随管家离开大名府，我学习了几年拳脚，这些年也没有落下。张包认为他这是安慰自己，既然如此，不如让他自己赶紧逃走。刘俊又岂会留下他私自逃跑？不管他如何反对，刘俊把他绑在自己后背上，他要负气闯关。当夜府中血流成河，雪人一样的刘俊没让背后的张班受一点伤，他在兵丁中左右抵挡，于黎明前闯出大门。黎明时有清骑出扬州，
马上府有两人，一个是身受重伤的刘俊，一个是毫发无损的张苞。天亮后有兵丁出城，他们一定要抓住刘俊和张苞。连着奔逃一天一夜，刘俊已经再支撑不住，荒野中有一方废弃古刹，张苞惊吓带担心，此时已经六神无主。刘俊将腿上断剑拔出后和他一起进入古刹，腿伤严重，这条腿估计会废掉。古刹已经完全破败，怒目的金刚上也结满了蜘蛛网。两人在古刹中相拥而睡，刘俊疲累异常，睡得特别沉。公子，公子醒醒。刘俊猛睁眼，却看到一个穿着戏服的傀儡正盯着他。如此古刹之中突然看到诡异傀儡，使刘俊吃惊不小。公子这是逃命，又如何能在此安睡？但此时想走也走不成，这周边已经被团团包围，为今之计，躲起来别说话。傀儡话音刚落，刘俊猛然惊醒，刚才竟然是一个梦。梦中那个傀儡告诉自己，这四周已经被包围，自己只要外逃就会被捉，怎么办？躲起来别说话。想到这里，他带着张苞躲进了一尊巨大的金刚之后。刚躲好，突然闯进来许多兵丁，他们骂骂咧咧在里面四处寻找。有兵丁在地上仔细查看后，认为这里曾经躲人，而且躲的人肯定没有逃出，因为四周都有人，他们逃不出去。众兵丁来了近，他们仔细在里面寻找着。有兵丁慢慢走向了两人藏身之处。就在此时，古刹中突然响起一阵阵唱声，昏暗的月光下，古刹中平白出现了众多傀儡，这些傀儡迈着诡异扭曲的步子走向兵丁，嘴里咿呀有声，吓得众兵丁转身便逃。古刹中阵阵细声和笑声，兵丁们吓得远远离开，再不敢到此出来。刘俊受伤很重，张苞儿束手无策，刘俊却不以为意，腿上的伤死不了人，只是以后怕是要行动不便了。一日后，两人在夜里从古刹逃出，一直向北，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地方。两人以前都是大富之家，却都承受了家中突变。张苞这些年并没有受苦，因为有管家也有钱，此番却再没有人帮他，钱也没有。但这时候傀儡师却出现了，他说自己老家在成都府，刘俊二人可以到那边去生活。两人跟着傀儡师去成都府，路上刘俊问他在古刹中那些傀儡是怎么回事，傀儡师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去过古刹。一路奔波到了成都府一处小村落，方才停下脚来。傀儡师和村里人热心，帮两人盖起茅屋，在茅屋前开出一片荒地。刘俊夜战兵丁，腿上受伤，落下了一个跛脚的毛病，但并不影响生活和干活。张苞迅速成为了一个农妇，两人再没有回过大明府和扬州府。几十年后，茅屋前已经是大片桃林，桃花盛开时，刘俊在病榻上躺倒，此番怕是要去了。张苞服侍他吃过药，坐在榻边拉着他的手轻轻抚摸，如今的他已经是满头白发。刘俊艰难伸手，张苞赶紧低头，好让他更容易能抚摸到自己的脸。刘俊轻轻抚摸，深深叹了口气，几十年了，你还是那么美。张苞儿羞笑，白发粉面，竟有了一丝少女娇羞。你说当年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如果不嫁，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你仍然是扬州府首富，
何必呢？我嫁给你，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当年你何必在大名府救我？如果让我当时死了，又怎么会有后面这些事？刘俊愕然，接着失笑，抚摸着张苞的手垂落，闭眼死去。张苞儿泪如雨下，痴痴坐在榻边，一直看着他的脸，久久不愿移开。窗外有鸟悄然飞过，风吹动满树桃花，传来阵阵花香。张苞慢慢把自己脑袋靠在了已经逝去的刘俊胸膛上，两头白发，一世情缘，败了桃花，哭了娇颜。茅屋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坟墓，外面的株株桃树是他们的墓碑，桃花是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无言，只有阵阵花香。二人年少相遇，从此结缘，缘起年少时，此情无极限。从成婚，两人就决定用矢志不渝，刻永世相爱的碑。三日后，不吃不喝的张苞手握刘俊之手，在病榻前断了气。同一天，有两只青鸟自桃林飞出，已飞上青云，红尘不得见。刘公子，张姑娘，辞别人间。诸位，刘俊是个纨绔公子，他年少顽劣，不喜读书，对钱财完全没有概念，只知道花钱而不知道如何挣钱，这不是纨绔是什么？可是这个纨绔公子看不得人间疾苦，看不得人穷困受罪。张苞儿家中突变，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收留，更不要提帮他逃出城。可是刘俊可怜他，送吃食，送出城，还要送财物，这是善良。穷苦人卖菜写书信，他每每送钱，他看不得这些人生活困顿。傀儡师被人欺负，他给钱后还揍了欺负傀儡师的人。他做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他帮助了太多贩夫走卒，在家中突变时，是这些人救了他的命，将他安全送出了城，这是他以前的善良带来的结果。他救了张苞，张苞闻听刘府落难后，苦苦寻他，而且嫁给他报恩。这是个有情有义的奇女子，两人成婚，被人告发，刘俊自己逃的话不会受伤，但他要带着妻子一起逃，如果逃出便逃了，如果逃不出，那便一起死。他把妻子救出，自己受了伤，但他不回。逃之古刹，兵丁眼看要捉住他们，梦中有傀儡相助，甚至还出现了傀儡闹古刹。傀儡师说他什么也没做，其实他要做那些很容易，因为傀儡原本就是提线木偶。两人历经苦难，却也算善终。刘俊隐有古时君子之风，他只管做，后面得到了诸多别人帮助。如果他只是个纨绔子弟，在落难时又岂会有人出来帮忙？所以他种下了善良，也收获了善良。最终他和张苞死去，可人谁能不死呢？重要的是他的善良得到了善良，他这一生一定毫不后悔，您觉得呢？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民间故事一红楼里的冤大头。这个镇是个有名穷乡，因为太穷，所以很少有女子愿意嫁到这村里，可有一名叫李子安的男子却无比幸运地娶到了一名教会娘媳妇。如今李家里添了新人，可是田地却没有多，好在新媳妇会娘人有相纺纱织布的本领，她嫁进李家后每日靠织布维持生计。没多久，会娘就有了身孕，为了那还未出生的宝宝能吃饱穿暖，会娘没日没夜地坐在织布机前劳作。
李子安见惠娘辛苦，心里无比心疼。这日，惠娘将织好的布交给李子安，相公，这里有十匹布，你拿出白化城里去卖，那里有专门收购布匹大布庄，这些布兴许能卖个好价钱。李子安还是第一次去兴化城，他拿着惠娘织的十匹布，驾着马车，天还没大亮他就出发了，终于在中午时间赶到了城内。他带着这些布一家一家布庄问价格，经过一番比较下来，他选了个出价最高的祥瑞布庄将布卖了。祥瑞布庄的掌柜姓童，是个老实讲义气的生意人，他做生意向来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从不欺人，故此他布庄的生意比别家都要好。当李子安抱住那些布来到他布庄兜售时，他一眼就相中了，所以他给李子安一个非常良心的价格。当李子安接过银两正要走时，却被童掌柜叫住了，李公子，你这布的织得真不错，请问是何人的手艺？看那些花色和纹路都是上等货，如果还有的话，你到时可直接拿到我里，价格方面好说。李子安回道说，回掌柜的，这布是我娘子惠娘织的，她现在有身孕了，估计后续货会少些了。没关系，只要有，你就直接送到我这里来就行。李子安允诺了。他见天色还早，就在白化城内转了一圈。对从没进过城的他来说，城里真的比镇上繁华热闹的不是一丁半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中做什么买卖的都有。李子安心想，等我有钱了，我也要带着全家人来这里生活。他来到一个卖糕点的铺子前，琳琅满目的糕点应有尽有，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些糕点别说吃，就是现也还是头一回见过。他又想到惠娘有孕在身，还有家中的老父母年纪这般大了还没吃过这些糕点，于是掏出银两买了些回去。一路上李子安心情格外的好，惠娘交给的他布匹卖了好价钱，突然他想起了掌柜对他说的话。李子安内心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一到家门口就大喊道，娘子，爹娘，我回来了。惠娘听到他的喊声，挺住个大肚子出来迎接。李子安兴奋地从怀里掏出银子，将它交到惠娘手上。呀，相公，这银子比我想象的要多呀。惠娘打开装银子的布袋惊呼道，娘子，你看这是什么？李子安变魔术似的从后背将带回来的糕点拿到惠娘眼前晃动。相公，这又是什么好东西？惠娘问道。这是我给你和爹娘买的糕点。说完他就将糕点交到惠娘手中，惠娘将糕点摆开换来公公婆婆一起吃。但老两口只吃了几块就未再吃了。惠娘见状忙问他们，爹娘，糕点还有好多，你们为何不吃了呢？李子安的父母心疼地说道，惠娘，你有孕在身，剩下的糕点都留给你吃，我们二老一把年纪还能尝到这些就已经够了。李子安在一旁听得甚是心酸，暗想，都怪自己没有用，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就连吃几块糕点都觉得那么奢侈。晚上，李子安对惠娘说出了自己回家路上时的想法。娘子，你看我们这日子一直过得挺窘迫的，到时我们的孩子一出生，这负担将会更重。我想，说到这，他停住了。相公，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我二人夫妻之间有啥好滋滋呜呜的？娘子，我是想你这织布的手艺那么好，
连城里见过大世面的布庄掌柜都对你的织布手艺夸赞不已。回来路上我在想，如果你能将这手艺交给村里的女人们，让她们也学会织布后，我收购她们的布，然后再将那些布运到城里去卖，织布更好。惠娘听完陷入沉思，然后提出了心中的疑问，相公你的想法好是好，怕就怕到石磨人质，因为买纺织机和织布的材料都要钱，而我发现这村里人家家都不富裕，如果让他们买这些织布机之类估计有些难。这个问题我想也想过，我想今天卖那些布正好卖了些银两，不如我们先添三台织布机和两台纺线机，然后招几个人，你先教会他们。嗯，这个倒是可以，说干就干。第二天李子安就用身上的钱到安化城里买了三台织布机和两台纺线机回来。东西买回来后，他就在村里招人，村里人听后大多没兴趣，好在村里还有几个女子愿意一试。于是惠娘挺着大肚子每日教他们纺线和织布，那几个女子学得很快，手脚也麻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织出来的布就达到了惠娘的要求。惠娘让李子安将这些布拉到城里去卖，果然那个佟掌柜见到货后大喜。李子安结到布匹的账，回到家后给三个工人发了工钱。几个工人从没一下子见过这多么钱，就越发有干劲了。村里人听到李子安那是不但会教纺线织布的手艺，学成后在那干活还能挣银子，于是纷纷前来表示想做这份工。惠娘见状，与李安一和季决定路挣来的钱继续添置纺车和织布机。不到一年时间，李子安就成立了个织坊，而且生意越做越好，城里好多布庄都想与他合作，李子安心动不已，可却被惠娘拒绝了。相公，有布庄想合作自然是好事，但目前光祥瑞布庄我们就攻不过来，我们做人不能妄议，当初要不是祥瑞布庄的佟掌柜识货，兴许就没我们今天。而且你再想想，如果是场上都卖我们的布，那以后这价格上就难以控制了。李子安听后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应该扩大织坊，至于价格，我们直接对那些布庄定死不就行了？千万不可，目前这织坊的规模就足够了，盘子太大不见得是好事。惠娘反驳道。李子安见惠娘与自己意见不合，心下十分不爽，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所有挣的银子都在惠娘那里管住。这天李子安像往常一样将货送到了祥瑞布庄，本来他想交完货就直接回家的，可一想到了这些天自己想扩大织坊却遭惠娘反对，他就感到心情无比郁闷。他低着头，心不在焉地在街上走着。客官，进来坐，本楼有上好的茶，还有上等的姑娘。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李子安抬头一看，原来自己不知不觉地居然走到了怡红楼前。他停下了脚步。客官，请到我们怡红楼喝壶上好的茶再走呗。怡红楼的姑娘见他停下脚步，又向他招呼道。李子安想，自己以前没钱时连这怡红楼门口都怕过，现在有钱了，不妨进去看看。他来到怡红楼内，里头的姑娘们就围了上来，给我上壶好茶，再来一盘花生米。姑娘们听到李子安的话，不由得都笑了起来。客官，来到我们这光喝茶就没意思，不凡来壶好酒，一醉解千愁。李子安想想也对，对小二吩咐道，
小二那就给我来壶好酒。客官光有好酒，一个人也喝不出滋味，倒不如从我们这些姑娘中挑一个来陪你一起喝，岂不更好？李子安想想有道理，既然进到这一红楼就是来寻快活的，那就怎么高兴怎么来。他打量了下这些姑娘们，最后选定了一个叫秋香的姑娘。秋香姑娘身姿曼妙，长得水灵，给人一种艳而不俗的感觉。选定后，其他姑娘散去，只留下秋香陪李子安。李子安一边喝一边向秋香炫耀自己目前的生意经营得有多成功，脂肪每天又能给他带来多少银子的收入等等。说到最后，李子安就向秋香吐槽起自己的妻子惠娘来。我这娘子目光短浅，我只是想把脂肪扩大，好多挣些钱子，早日在这城里置套房子，可她就是不同意。她不同意，我就什么也干不了，因为挣的钱都归她管。我在脂肪就像个只送送货的杂役一样，要是我能将脂肪扩大，等挣了钱我第一个就先休了他。可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秋香将李子安的话全听进到了肚子里。秋香不说话，一直笑盈盈的一边坐在那里听李子安发牢骚，一边不停给他倒酒。李子安心情郁结难解，一杯一杯地将酒往肚里灌，秋香见他喝得差不多了，就起身将他扶到了自己的厢房。这天是李子安成婚以来第一次在别的女人床过夜，他却浑然不知，一夜未归的自己会把妻子惠娘急成了啥样。惠娘在一直等李子安送货回来，从白天等到黑夜也未见他回来，他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焦急的一夜未睡。第二天天色大亮，李子安终于醒来，睁眼一看，睡在旁边的女人居然不是自己的妻子惠娘，他这才想起昨夜自己干了什么，吓得赶紧下床找衣服。这时秋香的两只白白的手臂从后背抱住了他，公子，你这就要走了吗？李子安听到这柔柔的声音，心都差点要化了。他回想起昨夜的春宵，犹豫未尽，这是自从惠娘生了孩子后他再也找不到的感觉。秋香姑娘，天亮了，我得赶紧回去，银子我已放在桌上了。李子安有些紧张地回道，公子，我不想要你的银子，我只想让你有时间就过来多陪陪我。这些年我见过的男人不少，但却发现与你最聊得来。酒钱你昨天付了，但这桌上的银子你拿回去。说完，秋香就将李子安放在桌上的银子硬塞到他的怀里。李子安内心窃喜，自己第一次来一红楼这样的地方，就遇上白嫖这样的好事，这也太幸运了。临走时，他向秋香保证道，以后我只要来了城里，我定会来怡春楼找你。嗯，现李子安出了怡红楼，老鸨进到了秋香的房间。傻女儿，你想要从良也得找个有钱的正主呀，你找他那样的当冤大头，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妈妈，你放心吧，我会让他主动为我赎身的。李子安从一红楼里出来后，心情格外的舒畅，秋香的温柔体贴是惠娘不能比的。他赶着马车终于回到了家，大老远就见惠娘在门口张望，一见到李子安回来，一颗悬住的心终于放下了。他见到李子安就是一顿责备，一晚上未回，干什么去了？你不知道家里人会担心吗？万一你有个意外怎么办？原本心情好端端的李子安被惠娘一顿噼里啪啦的责备弄得心情瞬间又烦躁了起来。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吗？
我有事耽搁了，天太晚了，就没敢回来。你至于这样吗？还有完没完了？他不耐烦道。惠娘只好作罢，转头回脂坊做事去了。自从李子安在秋香那里尝过一次甜头后，只要每逢进城，他必去怡红楼住上一晚。这天晚上，两人温存过后，秋香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李子安心疼地问道，秋香，你怎么好端端地哭了？一边问还一边温柔地为他擦眼泪。李郎，我想每日都能和你在一起，可现每月却只能见那么一两次面，我心里难过。我又何尝不想呢？那你要我怎么做？李子安问道。李郎，你能为我赎身吗？这样我出去后就能天天和你在一起了。容我再想想吧。李子安的却要想，因为他身上根本拿不出钱来给秋香赎身。秋香见李子安不作声，他也没再多说，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直接躲着李子安不见他。此时的李子安早已沉醉在秋香的温柔乡中走不出来，哪舍得对这个可人放手呀。这日他来到怡红楼内，找到老瓜，将刚卖布料所得的银子全部摆到他面前，豪气地说道，我要替秋香赎身。老瓜见到那些银子，两眼直放光，开心地回道，好说。他收起银子，叫来秋香，当着李子安的面把卖身契还给了秋香。以后秋香就是你的人了，好好待她。李子安虽然给秋香赎身，却不敢将她带回家，他心里清楚惠娘的刚烈，只好在城里给她租了个房子往下。眼下卖布料的货款全没了，他想着回去后该如何向惠娘交代，突然计上心来。此时已是深夜，他告别秋香，连夜赶着马车回家。路上他还特意从跑着的马车上摔下来，摔了一身伤。快到凌晨，李子安回到了家，他敲响了家门。惠娘闻声抱着衣服出来为他开了门，现李子安一身是伤，他一脸的担心。相公，你怎么伤成这样？李子安见惠娘问，于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诉说道，娘子，我没用呀，我今天卖完布料，现天色尚早，就想着赶回来，谁知道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强盗，不但把我打一了顿，还将我今天卖布料的所有银子都抢走了。娘子，我实在是没脸回来见你呀。说完他就干脆蹲在地上哭起来。惠娘只好安慰他，银子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事就好。没过几天，脂坊又出了一批布，李子安拉住这批布天都没亮就进了城。把布卖了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租的房子里找秋香。两人见面自然又少不了一番温存。过后秋香躺在李子安的怀里道，李郎，能不能给我一些银两做生活费？你看我从一红楼里带出来的衣服也不合时穿，我想添几件衣服和首饰可好？李子安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秋香不是向他要银子买这个就要买那个，李子安只好从卖布料的钱里抠出来。惠娘发现这段时间李子安交回来的银子比以往越来越少，他问道，相公，这段时间为何同样数量的布料卖的银子却比以往更少了呢？娘子，你这话问得我心里就不高兴了哈，难道你怀疑我会私藏银子不成？现在行情不好，好多布庄的生意都不怎么样，布料的价格自然也就降了下来。李子安有些心虚道，那有，我只是随口问问，你何必如此大的反应呢？的确，换做任何人都难免会怀疑，因为李子安前前后后
在秋香身上花了近千两银子，这得织多少布才能卖到那么多钱？惠娘又说道：相公，这样吧，等这批货织完，我陪你一块进汤城，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布料的价格会在短短的时间内掉这么多。李子安一听瞬间来气，你一个女人家跑去城里抛头露面干嘛？你在家管好织坊就行，外头的事由我们男人来做就行。实在不行，我现在再去趟别的城里看看行情怎么样。说完他也不等惠娘反应，驾着马车就走了。他没有去其他的城里，而是又去了白化城找秋香。他来到租的房子里，为了给秋香一个惊喜，他门也没敲，直接悄悄地进了房子。结果眼前的一幕差点没让他吐血。只见秋香与一名陌生的男子相互拥着躺在一起。李子安气急，一脚踢开门，睡在床上的二人立马惊醒，他二话不说抄起门口的一根棍子就朝那男人打去，结果被那男子躲了开来。秋香一脸惊恐地问道：李郎，你怎么今天有空进城来？你不怕你娘子发现吗？李子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指着那名陌生的男子问道：他是谁？秋香见事情败露，只好老老实实交代：这是我的青梅竹马赵郎，因为父亲豪赌，所以将我卖到怡红楼里换钱，我俩一直情深意重，可他却没钱位赎身。你第一次来怡红楼时，你对我说你是做生意的，因为和你娘子不和，所以我就想方设法让你爱上我，让你替我赎身。李子安听完大笑，原来你让我白白碰你，合住你是在钓我这条大鱼呀。你知不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钱，我娘子已经察觉出来了。今日你要谋害我在你身上花的银子，要么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秋香听完也硬气地说：要银子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想要就拿去。说完就闭上眼等着李子安动手。李子安气急，举起棍子就想打秋香，却被赵郎从后头一记闷棍打在了他的头上。李子安一摸头上流了血，不一会儿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秋香和赵郎见出了人命，赶紧收拾包袱走人，结果刚到门口就被惠娘及几名衙门的官兵堵在门外。原来惠娘早就知道李子安在外有女人的事，那是一次城里另一家布庄的掌柜来织坊给他谈合作时不小心说漏了嘴。他本想借着少银子一事让李子安主动交代，结果李子安不耐烦，见李子安跟他吵了几句后就借故去其他城里看看。惠娘就知道他铁定是去安化城找那女人，所赶紧借了个马车一路跟踪他来到了租房的地方，却听到里头传来争吵声，惠娘只好先去找来官兵帮忙为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见一男一女提包袱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惠娘意识到肯定出事了，赶紧进到房中，果然李子安躺在了血泊之中。好在最后李子安经过大夫抢救平安脱险，从此捡回一条命的他再也不敢去招惹外面那些女人了，在家老老实听妻子的话打理织坊。因为经过这事之后，他明白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家之所以会让自己占便宜，那都绝对是另有所图。故事到此结束，谢谢您看我的故事，您在下方留言，记得要订阅加分享，谢谢你已经看，下期您视频见，再见。